你好，我是大表哥，欢迎来到 Las Vegas。 这个房间的主题呢，我们是把它设计成好像您在拉斯维加斯一样，但是呢也配合了电影 Fast and Furious。 其实你仔细看的话，这两张床是依照赛车的这个跑车的这么一个造型一个设计。如果你来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细节啊。从侧面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两张床是两台跑车在赛跑的感觉，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设计。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都是手工绘画出来的，真的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房间哦。